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655页，655页，从第一行看起。课题：说法立身，分两小课。第一，述说法。请看经文：微风徐动，吹柱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量，微妙和雅，设法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请看注解。又，又名这两行经文，显数能言说妙法，不可思议之意。妙法者，第一最深、不可思议之法。通常我们看到妙法，就会想到《法华经》。就联想到呢，不可思议之法，不可思议的利益。法华玄义续品，妙者，宝美，不可思议之法也。宝是奖励的意思。说这个法了，不可思议。佛不常讲，一般人呢也不常遇到。为什么呢？决定是成佛之法。如果不是成佛的机缘成熟，佛不说这个法，世尊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是什么程度，什么样的福分，有什么样的功德之所感，佛一定是如其感而应之。妙法之感不容易啊！法华是妙法，我们能够想到，世尊当时出现在世间，49年讲经说法，法华是最后说的，等于半学。最初办小学，人只是小根器，这个器非常奇迹。12年讲阿含，阿含讲什么？是现在我们常讲的，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这些法。对一般世人呢，
非常有受用啊，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他的程度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啊，十二年之后讲方等，方等好比是中学，阿含是小学，中学八年啊，方等是大乘的预备班啊，预苦准备接受大乘的啊，八年加上前面十二年20年的，这就不可思议了，20年的基础才给你宣讲大乘啊，大乘是薄弱，讲了多久了？22年。由此可知，世尊说法了48年，般若占一半了，差不多一半了啊，22年啊，最后8年呢讲法华，法华是研究所，成佛之法啊，佛门所谓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楞严经开智慧，法华经成佛啊，所以妙法必定是成佛之法啊，才称之为妙啊。那么净土是妙法，往生就是成佛，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典。风吹宝树枝叶，树的根、本、干、枝、条、叶，全是无量珍宝所成。这个珍宝相碰的时候，音声就非常美妙。啊，我们这个是叫风铃。啊，风铃是一般是铜的，也有用玉石，啊，用翡翠玛瑙做的很少，那非常名贵了。啊，这个声音呢非常好听。啊，西方极乐世界，风吹树叶，就像交响乐一样啊，所发的音声也说不可称量之微妙法音，这个确实是妙。为什么？听的人听这个音声喜欢听什么经啊，那个声音就是讲这部经的声音，两个人在一起听，我想听华严，你想听法华，哎，我们两个个人听的就是个人要的，一点都不杂啊，千万人条听的夜夜如愿的啊，这才真妙啊。那所以古云言出无量妙法音声。谭四曰：“谭南法师，《往生论注解》里头说的，此声为佛事，言可思议。啊，极乐世界风吹树叶的音声，能做佛事。”佛事是帮助众生开悟的事情，都叫做佛事。佛是觉悟的意思啊，所以佛事是觉悟的事，
能帮众生破迷开悟啊，断疑生信，这都叫佛事啊，不是现在叫金蝉佛事，不是这个东西啊。佛陀在世，这些事情没有啊，全是教学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每一天讲经教学，那叫佛事啊。释迦牟尼佛的事业，每天干的是这个事。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是阿弥陀佛的佛事啊。下面指佛事的，指诸佛之教化，以及一切有业于佛道之事，通常以祈福、超见等法会也，称为佛事。啊，这是现在世俗啊，称之为佛事。我们要懂极乐国土数法音声呢，能作佛事，故谈思赞为不可思议也。又此音声啊，清长爱量，微妙和雅，一级大师啊，解释说，清是清净，闻者不生著然心故，听到这个声音，不会有邪思。不会产生恶念，这叫清净。扬是宣扬啊，又能宣扬实相法故啊，实相法是真实法了啊，彼本作清扬，经本呢翻作清长啊，长是长通的意思，欢长的意思，能令听者舒畅啊，又具呢通晓的意思，通达晓了，能令闻者通达实相法故啊，听了会开悟啊！啊，爱者悲哀啊，闻者能生大悲心故啊。这个经文里头讲到六道众生，讲到十法界，会让听的人生起大悲心啊，我们要像佛菩萨一样，要全心全力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苦难众生由于不听闻正法故，啊，他有邪思，他有恶念，啊，他有邪恶的行为，招感恶道的果报啊！啊，这是菩萨遇到，一定会起感应道教去帮助他，亮、明亮、响亮。啊，也有透彻显露，有这些意思在。又能开发智慧敏故啊，啊，这些都是说因身说法的功德了，有这么多好处。
微者呢，微密，其因微密如反响故。啊，反响是大梵天的音乐。啊，梵这个字就是清净。啊，梵天的音乐听了，让人感到非常舒畅。啊，能把我们一些杂念恶念都消除了，它有这么大的功德。啊，妙者呢，妙善。啊，其因妙善是孪生故。啊，孪是凤凰一类的，叫的声音很好听。何者呢？调和，音韵克调，共商合故。啊，这就是交响乐里面的和声，雅者，雅正。啊，这个音调不协。啊。顺佛法故，啊，雅是随顺正法，随顺正道，啊，上面所说的因身之德，非但于天中最为殊德，啊，这将在诸天，啊，在诸天呢，这个因身非常殊胜奇特，啊，业于十方世界中最为第一，啊，不但诸天不能为比，就是十方诸佛刹土，啊，极乐世界这些树林花鸟所发的音声都是最为低。第二段呢，述立身。啊，这个立身里头有三种。第一种，闻处根净。啊，闻是闻到香气。处是你碰到它，啊，你接触它，六根清净，啊，有这个功德，啊，我们看经文，若有众生读菩提书，你看见了，闻声，啊，你听到风吹枝叶的声音。嗅香，啊，树有香气，你闻到了，这长期果味，啊，这树有果实，触其光影，啊，你接触到它的光，或者接触到树影，念书功德，啊，树有这么多的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啊，自自然然就把烦恼化解了，啊，这不可思议。又显数作扰矣，一时利益，扰是丰饶，就是丰饶的利益。我们要丰富的利益，啊，很多的利益，圆满的利益，光是真实之利，啊，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了。众生若有目见此书，你看见了，二闻其声，必修其相，
口尝其果味，身触其光影，或一根念书功德，详述的功德，如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其中任何一根能缘此数，皆得不退的人成佛之身矣。你看看这三种真实利益啊，第一个利益不退，第二个呢得定的人就是得定，最后成佛，极乐世界菩提树到处都有不仅是菩提，所有树都像菩提树一样的功德。所以能成就殊胜的利益。所以戒得六根清澈，这第一段说的慧俗戒识，耳根五狗为清，彻听众音乐彻，依此一粒于根，则眼根五狗越清，彻见众色越彻，乃至一根，一根无垢越清，彻了诸法越彻，六根过法甚至皆得清彻，故曰六根清彻。会所里头解释的好，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的一种我们这个世界青山古树品类也不少也能令人生欢喜心，但是没有这样的树身你接触之后能得不退转，能得人，能成佛，这种利益都没有只能够让人赏心悦目而已。恼者，钱柱曰：钱柱是民国初年丁福宝居士著的《无量寿经》钱柱为我们解释无诸恼患烦恼都没有了。恼是心所名，小烦恼地法之一。这小烦恼有十个中烦恼有两个，大烦恼有六个，大烦恼叫根本烦恼恼烦恼无明
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掉举，这六者名为大烦恼地法。啊，大，这是随烦恼，大随烦恼，啊，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啊，根本是最严重的。根本烦恼六个：贪嗔痴慢疑。后头有个恶见，恶见就是见惑，啊，五种见惑合在一起叫恶见。这里面有不信。这是我们学佛最严重的障碍。啊，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力，这些烦恼几乎都有。啊，无明，我们对于佛法所讲的理论、方法不是很清楚，没有透彻了解，障碍功夫得力。啊，另外是放逸，放逸就是很随便。马虎不认真，啊，懈怠懒散，所以没有真心呐。啊，经宗知难行易，把这个里面道理搞清楚、搞明白，确实。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自己是个过来人啊，60年，整整60年，对于这桩事情才没有疑惑了。60年，如果不是天天接触经教，60年还是搞不清楚，多少在家出家学佛搞一辈子都没搞清楚啊，到最后不能往生，还是搞轮回啊，这种人太多太多了啊。早年这种的40-50年前的事情，啊，李老师常讲，讲台中联社的，不讲外头，在家里讲的，啊，我们自己的莲友，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个5个。换一句话是。9955个不能往生，能来生再到人道，生到天道不错了。啊，为什么？信心不具足。啊，我们感到很遗憾，那个时候年轻没智慧，啊，要有智慧，我们劝劝李老师，把其他的工作辞掉，不要搞那么多事情，把时间都浪费掉了。
啊，搞的事业太多，啊，连市、图书馆、育幼院，啊，这个，幼儿园、菩提医院、养老院，他搞弄太多了，啊，还有两个学校教书，啊，自己本身的工作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真的工作量太大了，啊，在台中，一个星期讲经一次，啊，一次2个小时，有台语翻译，实际上呢1个小时，所以一年的经讲一年了，也不过50天50个小时，啊，50也读不到。那45个小时，要过年了，放假了，啊，就停了。啊，大概1年45个小时。啊，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到台中去，老师是好，但是进度太慢了。这到哪一年才学得会呀？啊，我去的时候我很欢喜，啊，我那个时候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说，我说这个他这老人教学的方法对我很熟，为什么？我学得很轻松很愉快。如果他一个星期讲2次还行，我还能跟得上，一个星期讲4次5次，我就很紧张了。啊，能接受，就是一点空都没有了。啊，因为听经、讲经要准备功课，听经也要准备啊。啊，我听经。我找古人的注解，我先看，看了之后，听他老人家讲，啊，他是怎么个讲法的？啊，他讲的好，好在哪里？我要能看得出来呀，我才会学到东西啊。啊，所以我听一次讲经，至少要花10个小时，比如说20个小时去准备，充分的准备。啊，所以我听完之后，我有能力把他所讲的重复讲一遍，一个星期之内，我能够讲到90%。啊，也就是他讲1个小时，我要上台佛讲，大概可以讲到55分钟，我有这个能力，啊，充分准备，啊，他每个星期还教上一堂国文课，啊，那一堂国文课是3个小时。晚上，那很受用。啊，讲古文。啊，我在那个时候，些力量啊，全部都用在经教上。啊，古文随喜旁听。啊，所以，那真有好处。底子打得深呐，初学那个叫初学好啊，初学天天讲，天天听，你听个3年什么也不会啊，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听的都还给老师了
啊，听了之后就能讲，能讲的跟老师差不多，啊，复讲嘛，啊，复讲就把老师都讲出来，不可以增加，啊，减少一点没关系，漏掉了，不能自己去添加，啊，这个不许可的。所以这是我在台中住了10年了，根是这么扎下来的。所以信心比什么都重要。那昏沉掉举，这在平常用功时常常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啊，听经时候打瞌睡，调举是心里面念头太多复杂，这心一上一下的时候止不住，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很难学东西啊，啊，所以这些烦恼。常常犯，怎样把这些烦恼消除？念佛是不二法门啊，真诚心去念，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口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你的清净心会现前。啊，清净心现前就生智慧。啊，昏沉掉举是决定生不了智慧，尤其是掉举者，我们现在叫他心浮气躁。为自己，因自身之我思。唯卧思而不改，你看，不是自己不知道啊，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啊，还干着卧思，唯就是做卧，啊，知卧思能不为卧思不错啊，知卧思还干卧思，而不改，执着之宝。这个宝就是满，啊，就是你干不善的事干的很多，好事可以多做，啊，不善的事不可以。但是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许多人做恶，真的做到宝，不但宝的超宝。啊，他知不知道？知道。不用他人的建议，别人劝告他不听了。但自懊恼烦闷也。啊，这就是说，他良心还没昧呀，还是有良心啊。啊，受到良心责备。为什么不听人劝告呢？傲慢，面子问题，知道错了，面子放不下，继续错下去。啊，这个时候常常有自责，啊，但是他没有这个勇气来改过自新。没有勇气忏悔，忏悔要勇气啊！啊，尤其是在大庭广众那么多人，把自己的过失说出来，这不是容易事情啊！要相当的勇气，真正发露忏悔。
啊，又为二十随烦恼之业，贪嗔痴慢疑恶见，名为根本烦恼。从根本烦恼流出者，名为随烦恼。啊，前面所说的这随烦恼，啊，大随、中随、小随。中随是无惭无愧，就两个啊，不知道惭愧为追思过去之相思，或有现在之事物啊，不满于意，自懊恼之今生作用。这是解释什么叫随烦恼。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无明到调取这六种，这大随烦恼人常有啊。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信，如果真信，这些烦恼纵然有，很轻，不严重。不信就是迷呀。啊，心底迷惑，这个东西起很大的作用。又为识书记曰，啊，跟我解释烦恼两个字的意思，曰烦扰意，扰乱啊，这个扰乱是心理上扰乱，恼呢是乱意啊，杂念很多，云里恼乱之患，故云无助烦恼。啊，在极乐世界听到、看到、接触到这些树的音声、色相，乃至于触到它的光影，这些烦恼、恼患都没有。啊，都能够得到啊六根清澈，这个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了。下面两句，诸不退转，至诚佛道。啊，乃至德不退转，一直到成佛。我们在这个时间修行，不要说成佛，整个小乘须陀洹国，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努力一辈子未必能得到。这什么原因？障缘太重了。西方极乐世界没这个障缘呢。西方世界全是助缘。
啊，没有一样啊，不是帮助你提升你，帮助你消业障，帮助你转烦恼，啊，转烦恼为菩提。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快速，啊，你会法喜充满。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可能每一天看到自己进步。啊，所以日子很难过，天天看到自己进步了，就快乐无比了。啊，我们今天能够，哎，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进步一点，就算不错了。啊，不容易看到了，哎，一个月比一个月进步啊，比较多，哎，一年比一年呢，这个一般用功的人都能体会到。极乐世界是天天看到自己进步，你说他多快乐，他多欢喜啊！这法喜有来源呐、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第一个应相人，第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不可思议。啊，见树啊的人，前面遍举六根这一段呢，只讲见，见是眼根，独标眼根，一列余根。这个意思深呐！啊，见树能得人，听音声，嗅花果的香。尝花果的味，意思就是夜夜都能成就这三种人啊，这三种人意思有前身不同，所以这一章的注解就很丰富啊，念老引经据典。啊，把这些古著全抄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览无余啊。他提供我们学习的参考资料，我们要感恩的。此处见树成人，正是第四十一愿。树现佛刹愿，于第四十七愿闻名得人愿。啊，这两愿之所是，也是这两愿之所成就。啊，慧疏解释。
两为道场属者，正是正觉果满的标志。正觉果满是阿弥陀佛，菩提树是阿弥陀佛的标志啊，就像旗号一样啊，让一切众生仰慕啊，从这里升起信心啊，名号即是本愿成就之实体，这个讲得好啊。故愿以文明为德仁因，成就呢以见树啊明其相。啊，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将来就会得这三种仁。啊，这个人是定，啊，这三种定，这是大菩萨所证得的。啊，我们种下因呢，啊，成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见树，你就名其相啊，刮胡的树，为弥陀大愿。即已成就，这以见树证明得人之思想。彼文明，即道场树之妙身呐、啊。这有证据啊。小本弥陀经上说，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见树如是，闻香亦如是。啊，六根接触这个树，啊，甚至于树的光、树的影，啊。都会让你自自然然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此见树啊，即阿弥陀佛之果德也。啊，以此况彼，用这个来比这个经上所说的此是小本。阿弥陀经啊，彼就是无量寿经，文明的人呐、啊，一米住名也。这个一米是格外显得清楚明了啊。总之，名号于树，皆是果地大觉妙德之所行。啊，确实，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一真庄严，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与无界修行。功德之成就啊，自然显现出西方极乐世界。你说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啊，本愿功德之所成就。那么你看到极乐世界的依报，就是环境。
啊，一切环境里面都是如来果地上妙德的流露啊，树若是，八功德水若是，啊，众宝庄严如是，没有一样不如是啊。啊，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人，在莲花里面，啊，产生睡变，啊，就像蚕，蚕结成茧，在茧里面就产生变化，啊，成熟了，茧破了，它飞出来了。变成鹅了，有翅膀了。啊，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在莲花里面就产生点变化，自自然然的变化。莲花一开出来的时候，跟阿弥陀佛，跟一切大众身相圆满，没有两样啊！啊，化身。啊，没有看到像极乐世界有小孩慢慢长大，不是的，他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都是化身，啊，从莲花一出来，跟大众完全一样，相貌相同，啊，皆是金刚不坏身呐，啊，经典里面讲的，自摸真金色身，身有无量相。相由无量好，啊，我们在前面讲这个莲台，我把它形容成阿弥陀佛的胎教。啊，因为莲花从哪里来？莲花是阿弥陀佛的真心、智慧、愿力、威神之所变现。啊，但是也得要众生所感，众生念佛，莲池里头就有一个花苞。啊，你越用功越勤奋，这个花苞就越长越大。所以在极乐世界，看到有大小不同的，只有莲花，除莲花之外看不到。啊，这个人念佛后来退了心了，改变主意学别的法门去了，这莲花就枯掉了。所以只在极乐世界看到唯一的变化，就是莲花。从莲花呢，看到念佛的人功夫在那里变化，啊，功夫的前身，啊，在莲花可以看见，功夫深的莲花越来越大。啊，功夫真正得力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的有早有晚。啊，这就是我们念佛功夫的前身。啊，所以确实是微妙之极。啊，所以念老在这里。总结会书，啊，说总之，名号与数，皆是果地大觉妙德之所现，皆是圆圆果海圆融觉德，
皆是清净句，真实智慧会发生，皆是真实之际。啊，真实之际就是自性，就是发性。啊，下面这一句，一皆是当人自性，故能有如是不可思议真实之理。啊，这一句话是决定不能少的。弥陀自性跟我们自己的自性是一不是二，所以弥陀能显，我们也能显。我们今天迷失了自性，所以显示不出来。我们念佛是借着阿弥陀佛，啊，借着他的大彻大悟，大德大能，把我们的自性功德了引发出来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前面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念佛是把阿弥陀佛的自性功德转变成自己的自性功德，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修行无量劫的成就啊，我们没有他那么量成就啊，能转他的吗？难。啊，真的难。阿弥陀佛这盏灯点亮了，我这盏灯不亮，我借他的光把我点亮了，我的光跟他光是一个光，不是两个光，就这个意思。啊，是用阿弥陀佛的功德引发自己自性里头的本愿功德，这是念佛成佛的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故能有如是不可思议真实之理。但名号在声闻十方，普被三根。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名号的。啊，我们这个地方呢，有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来了，十方怎么知道啊？一切诸佛如来都不断地在宣扬，不断地在劝大家啊，要信，要愿，要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呢？只有这个法门帮助你快速成就啊，其他方面也行，慢，时间要很久。啊，只有这个法门，无比的快速，一生圆满成就。啊，其他的法门都要多生多劫。啊，一生成就的只有这些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都不容易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像我们的根性离开这个法门，任何法门我们修学都不能成就，就是小乘修道观，
大乘初信位的菩萨，我们得不到。这是真的。但是这个法门一得往生呢，成就啊，比他们就高得太多了。啊，天台家讲四教，藏通别圆；华严讲五教，消失宗顿圆。念佛法门，圆顿大教啊，圆顿大法了。圆是究竟圆满，顿是快速，啊，一生就成就了。啊，我们一定要珍惜机缘。事出世间，什么事都是小事。念佛往生净土，是唯一的一桩大事。啊，名号声闻十方，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诸佛菩萨确实为他宣扬，啊，见书呢，唯有神游净土。啊，你见菩提树，你一定是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才见到啊，啊，神游往生。是神识去往生的，不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不清净，那个地方是净土，所以这个身体是没办法进去的。啊，必须把这个身体舍掉，神识往生净土啊，这有就是往生啊。啊，在六道里边说如此，这个身死了，神识离开了，神识不离开，不叫做死，死是神识离开，神识离开又去找一个身体。谁在主导呢？这个一定要晓得，自己的业力啊，不是佛菩萨，也不是天神，也不是阎罗王，什么都不是，自己的业力。啊，我们现在晓不晓得自己的业力？你懂得佛法，你了解事实真相，你细心地去反省，你就知道了。啊，我来生会到哪里去？从什么地方知道呢？从你喜欢，你喜欢什么事情？你就知道你到哪一道去。啊，佛给我把这个标准呢说出来了。我们过去也曾经说过，不止一遍。这一桩事情很重要。佛给我们讲十法界，无量因缘的，不是单纯的。很复杂，但是再多的因缘，
哪一个语言是第一个？这个佛跟我说了，我们要记住，往生净土是成佛。那佛第一个因缘是什么呢？平等心。平等是佛性呐。我们现在就在这练习平等，对人、对事、对物，不分别、不执着，用平等心看待，我们到极乐世界成佛就非常快速。那为什么你心是佛性呢？菩萨的心是六度心，心里头念念不舍，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你到极乐世界，跟菩萨心一样，马上就变成菩萨。确实还有声闻心的、缘觉心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就这么个道理嘛。声闻四谛心，心里常常念着苦集灭道。他是用这个方法断烦恼，真声闻苦。缘觉是十二因缘，这十二个断掉一个，就脱离轮回，叫缘觉。比阿罗汉聪明。下面是六道。天道。上品十善，慈悲喜舍。来生你就到天道去了。无界十善。中品十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常常放在心上，来生得人道。下面这三个道。贪心，贪心很重，什么都想占有。自己拥有的不能给别人，叫吝啬。叫兼贪呐。这个念头深，是鬼道。归到贪心中啊，嗔恚中啊，很容易发脾气。地狱道地狱是嗔恚道。愚痴，愚痴是是非善恶搞不清楚迷迷糊糊，畜生道。第一个因那我们只看我们的习气偏重在哪一个，就晓得如果不能往生，自己往哪里去？这业力牵着你去，与佛菩萨、与天地鬼神毫不相关。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呀，自己要负100%的责任。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大乘教理佛常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啊，这个意思是，你决定不能靠别人，一定要完全靠自己。自己有功夫，别人给正上缘给你现，别人只能有正上缘，啊，帮你把力，你自己没有这个因，谁都帮不上。啊，不能不晓得。啊，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养成心理上有阿弥陀佛，常常想着阿弥陀佛，念着阿弥陀佛，把其他一切执着统统放下。啊，这个世间没有的不想，有的都不放在心上，让我们心里头没有任何负担，心就清净了，心里没有死啊。功夫好的，真的，像前面莲池欧耶大师所说的，想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啊，还有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真能来接你走啊！啊，到极乐世界，一定是阿弥陀佛来接。阿弥陀佛不接，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啊。所以一定要来接。啊，阿弥陀佛每一天那是化身，化无量无边身，去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人。啊，接引里面大多数是往生寿命到了，啊，命中的时候他来接引。啊，只有少数的，啊，对于这些道理清楚明了，还有寿命不要了，我提早去，啊，阿弥陀佛也会来接引。我们起心动念，佛全知道。啊，这个地方决定不要怀疑，往生的人那么多，阿弥陀佛会不会把我漏掉？这个念头不好，有这个念头也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遍地一尘，啊，那个亏就吃大了。啊，要知道阿弥陀佛，啊，他的能力无量无边。我们到极乐世界会跟他一样，啊，智慧、神通、道理，啊，都很相似。所以，文明在十方能做到，啊，普被三根见树呢，那一定要深入净土，啊，往生极乐世界，你才能见到，啊，莫沾宝树啊，方能获益。像经上所讲的这个利益啊，你只要看到树，这利益了，你就得到了。两者相比，这文明的人之业了，更为显著啊，啊，更清楚，更明白。故会说曰：“以此况彼，文明的人，一
迷住名矣。啊，我们听名的人呢，是在此地。啊，见树的人呢，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见树没有一个不得人的。在我们这个地方，文明的人不见得。啊，为什么呢？业障太重了，甚至于啊，半信半疑，那你怎么能得到？啊，这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沉静的一分利益，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每一个学佛念佛的人，沉静心不一样。啊，有几分沉浸心，真有沉浸心的人，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确实一个杂念没有。啊，道场里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了。为什么？他是真修，百分之百的圆修圆证。啊，他在这个地方，这地方人有福报啊，沾他的光啊，这是真的宝啊！啊，哪些人？阿公阿婆。多半呢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你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他真念，真念。啊，他真信不怀疑，真想往生。啊，他这一句佛号没有夹杂，没有怀疑，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功夫纯了，将来他往生极乐世界，肯定是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一般人比不上啊！啊，你看他这个样子，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懂啊！你跟他讲话，他跟你笑眯眯的。啊，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中断，也不知道你讲的话他听懂没听懂，他就是一句话回你阿弥陀佛。啊，上一次有位法师来看我，我跟他讲这个，讲这个话，他告诉我，他们寺庙里头就有四五个。我说那可得了啊，有一个都不得了了，有四五个。我说你们的道场会兴旺啊，你们的道场不会有灾难，你们的修学会如法。我说这四五个真菩萨，千万不能小看他，他保佑你们。啊，家庭里面就是有啊，啊，我早年在佛光山教书，45年前，啊，佛光山有个长工，就是常年在佛光山做工的，啊，他们的工程呢是不间断。这个长工是将军乡人，台南将军乡人。
离湖光山不远。啊，他告诉我们，他的邻居有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不长啊，三年时间呢。啊，这个老太太，儿子娶个媳妇，媳妇学佛，他自己算是一个姓神的，因为他对什么叫佛他不懂，人非常慈悲。啊，什么神他都拜，啊，到处烧香，啊，上庙拜神，拜佛。媳妇劝他，哎，这有善根，他接受。媳妇叫他不要到处拜，家里都设个佛堂，供西方三圣。叫他在家专念阿弥陀佛，他听话。以后就不到外面去了，就在家里小佛堂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念了三年。啊，往生的这一天，他也没告诉家人，这智慧呀、啊！告诉家人，家人要留他了，不能走啊，要留他了，不说。啊，晚上走的，吃完饭的时候，这就预知时至了。啊，他告诉他儿子、媳妇、家人，不要等他，他说他去洗个澡，啊，你们先吃，啊，可是儿子、媳妇很孝顺，还是等他，等了很久，怎么还没出来？去看，真的洗了澡，换了衣服，啊，人不在房间，也不在浴室，叫他没有声音。啊，走到小佛堂里看看，他站在佛面前，穿着海青，手上拿着念珠。啊，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死了，走了。这个传出去之后，这将军像一带，真念佛了。那人全被他渡了。啊，他在表演呢，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长工告诉我，念佛是真的，一点不假，劝我们要念佛，替我们上了一堂课，啊，非常精彩的一堂课。啊，我有时候在台湾南部提出来，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告诉我真有这回事情，他们知道。啊，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念佛人要重视。啊，李老师一生很重视这样的人，他很尊敬。这他常跟我说，他想学，学不像啊。啊，这古人讲的“愚不可及”啊，啊，为上智与下愚不一。上智是决定聪明智慧，一提他马上晓得，他真敢，那是下愚。啊，上智跟下愚，他们功夫是平等的，他们果报是平等的。啊，那我们在香港看到谭旭老法师。啊，这是二战之后，谭老法师一直就住在香港。啊，这是天台宗近代的一位祖师。地贤法师的学生。
地贤老法师，民国初年，天台宗的大德了，没有人不敬仰。他常常讲故事给大家听。两个徒弟，一个念佛的，一个参禅的。参禅的不错，算是很有成就了。出家的时候已经有了家庭，坚定要出家。太太不答应。他真出家了，太太跳水自杀了。没法子，他还是真出家了。喜欢参禅，他把他送在镇江金山寺，那个时候是中国禅宗道场最殊胜的。他去做亲众，禅堂里面住了十几二十年，慢慢的被老和尚提升，把他提到首座，地位高了。首座这个学校的教务长了，从学生呢提升到这么高的地位。当了首座和尚，仅次于住持。皈依的人多了，供养多了，妄念就起来了。傲慢就升起来了。这个心一动，护法神就走了。护法神走了，他的冤亲债主就附身了。冤亲债主谁呀？他太太。可见的他太太，那个灵魂没离开他了，就在他周边等机会呀。他等到机会了，附身。附身说，他无缘无故，他想跳水。跳了两三次，还好被人救起来。金山寺的老和尚觉得这个不行啊，这对我们道风有关系。首座和尚怎么会跳江自杀？这不像话了，传出去不好听啊！就写信告诉地贤老和尚，请他来把他带回去。老和尚给他带回去了，坐船回去，一路平安无事。到了宁波关中寺，因为他曾经做过首座，在佛门是有地位的，要给他单独的一个疗房。住了没多久，有一天早晨吃饭了，每天吃饭都他们在一桌，跟老和尚在一起。这一天早晨吃饭他没来，地老师怎么回事？吃饭怎么还没起来呀？就派人去看看，门是关着的，拴着的，把它拨开。拨开之后，房间里没有人。他后头有个窗户，窗户打开的，告诉老和尚不对，是不是翻窗子出去又去跳湖了？因为他附近就有一条小河，小河还走船，走帆船的，在那里会淹死人的，是不是又去了？赶快去找，大家分头去找。找了一里多路，看到了尸首，飘在岸边，就把他抬回来了。怎么回事情？没人知道啊。
那好吧，抬回来给他念念经，做个超度佛事，再把他安葬。那正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有个女儿，在结婚没出家之前，他有个女儿，女儿还在。女儿哭哭啼啼的找老和尚，哎呦，老和尚一看，你来的正好，你爸爸出了事情。他跟老和尚说，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他爸爸妈妈，今天要去上任去。老和尚上任，上什么任啊？他说爸爸当土地公，妈妈是土地婆。他们今天上任。地仙老和尚一听明白了，正好庙前面的新修了一个土地庙，这可能就是他了。好，佛寺到土地庙面前坐。土地庙时候做佛寺，地仙法师就说了，如果真的你到这个地方来上任，你就显一点神通给我们看看。也让我们晓得你到这里来做了土地公，真的，他们做佛寺，这个佛寺台前面有小旋风，这旋物旋风转了很久，老汉点点头，好，我知道了。你看，学禅，当到首座和尚，最后的结果就当土地公去了。那个念佛的锅炉匠呢，也念了三年佛，时间不长，三年，站着往生，不能比呀。这个参禅的参了20多年了，最后还是被太太绑架，绑去当土地公去了。地老常讲这个故事，提醒大家了。念佛求生净土重要啊！锅炉匠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活得很辛苦啊！一定找到地仙法师要出家。地仙法师也没有法子，因为什么？从小的时候玩伴，一个村庄上长大的，40多岁了，他说你要出家，五堂功课你都学不会，那个东西要背的，学不会五堂功课，你在这个寺庙的人家瞧不起你，不让你住啊。你不会经忏佛事，那讲经呢？你念书来不及了，40岁很难学成功的。他又赖住不肯走，最后老和尚没办法，他说：“那我给你提个条件，你能答应，我就收你做徒弟；你不能答应，那别地方去好了。”他说：“行。”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说好，那你真听话，你出家不要住在寺庙里。他到宁波乡下找一个破庙，没人住的。你到那边去住。他说我替你找一个信徒，照顾你的生活，找一个老太婆，给他烧两顿饭。中午晚上给他洗洗衣服照顾他，早餐呢你自己去搞去，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念下去，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你就接着念，不分昼夜，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3年，这个方法好啊，一点压力都没有，他就一个人。
啊，他也没有什么早晚课，啊，反正一天的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坐着念也行，走着念也行，啊，毫无拘束，啊，累了休息。3年与之时至，啊，他也没跟人说，啊，只是往生前一天，他离开寺庙，他在这个寺庙住3年，从来没出过门，到城里面去，大概看看亲戚朋友，见最后一次面，啊，也不说。啊，当晚就回来了。啊，告诉老太太，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啊，老太太以为，哎呦，3年没出门，今天到城里去见朋友，大概明天有人请他吃饭，明天不要烧饭了。啊，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老太太不放心，到庙子再看看。啊，师父在不在？啊，结果到庙里叫，没人答应。啊，一看到他站在佛堂前面，面对着佛像，站在不动，叫他也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马上把这个信息传给这些邻居，啊，学佛的朋友们，大家都来，这怎么办？这乡下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啊，真是新闻的，啊，赶紧派人到宁波关中寺去通知地仙老和尚。走路去，没有交通工具啊，一个来回3天，啊，他就站3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老和尚看到这个样子，非常赞叹欢喜，啊，就说也告诉大家了，你没有白出家了，你的成就超过那些红宗言教的法师，啊，红宗是参禅的，言教的是讲经的法师，超过了。超过了那些名山方丈主持，都比不上你。你看多潇洒，多自在。一点都不假。啊，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什么都不懂，就这样念3年佛，他真心真愿。他真干啊，那我们想想他往生是什么品位，肯定是十报庄严土上辈往生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他总在这三个位置上。啊，他为什么能这样发奋？他的生活太苦了。啊，做锅炉匠，锅炉匠是很低级的职业，每天挑个担子，一个担子那一边是个小火炉，炭炉。啊，补锅补碗，也锅碗打破了，乡下人，哎，还能把他。补的再可以用，啊，补一个锅，2个铜板吧。你就想他的生活多苦，他一天能赚一毛钱都赚不到。那个时候，一毛钱30个铜板，啊，补个锅顶多一个碗2-3个铜板。都在乡下了，
城里比较富裕，锅碗破了就不用了，只有乡下人舍不得。啊，锅碗破了就留在那等。这个锅炉匠一年会来巡回两三次，啊，等他来拿去了就不，这非常辛苦。啊，这一下遇到这个法门，你看三年。有吃有穿，又有地方住，又不要去那么辛苦，啊，就这么一句佛号，拼命念呐、啊，啊，念到有这么好的成就，这他都没想到啊！啊，老和尚当年给他说一句话，他也是耳边风啊，没注留意呀、啊，就告诉他，将来一定有好处。他从来不问有什么好处啊，他不问，他就是念到底，你叫我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好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这个都是来做正转的。比讲经说法效果还殊胜呢，他做给你看呢。啊，锅炉匠我们没有看到，绝对不是假的。啊，谭旭法师常讲，这谭旭是同学嘛，那是地仙老和尚剃度的徒弟。啊，谭旭是地老的学生。这佛学院的学生，啊，台南将军乡的，啊，亲耳所闻。那个时候他往生，好像就前一年的事情。啊，还在佛光山开山之后。我到佛光山教书，佛光山大概才开山大概4年吧，啊，今年好像46年了，啊，这是我们永远记住，认真学习。啊，下面讲德人。信难信之理而不惑为人，像锅炉匠，这个就是一听他就相信，理他不懂啊，他相信他师父讲的话不会骗的，啊，师父讲的话100%的依教奉行，这叫德人，一点折扣都不打了。啊，将军像这个老太太，听到媳妇的劝告，她就接受了。啊，她没有怀疑。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人家3年也是站住往生，啊，真的是难信之理，难信之法了，啊，他一点不怀疑，这个或是不怀疑，完全相信，完全接受，啊，《净严书》上说。慧心暗法，明知为人。啊，这个心是真实智慧。
啊，他虽然什么都不懂啊，没有念过书啊，不认识字，可是这样难信之法，他居然能相信，居然能依教奉行，这叫人。又《大乘一章十一卷》里面说：“于法实相，安住为人。”这是一般学教的啊，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啊，《般若经》讲了22年，这是非常难以相信，但是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才开始跟你讲般若啊，般若讲空啊。啊，大家才能听得进去。一开头就跟你讲般若，说会把人讲跑掉啊，他不相信啊，啊，谁能安住？慧疏云，智行正见明法人，智是智慧，解门，行是修行。啊，智是看破，行是放下。看破放下了，都能有进步。啊，天天有进步。这个呢，每一个星期都有进步。啊，那这就很了不起了。这人肯定成就，每个月都有进步，一个月一个月看，月月都有进步，他的成功可以预料。啊，如果看不到进步，这一生到最后啊，就是个不定法。不定到哪里去了，那要看你最后临命终时的缘分了。啊，临命终时缘分殊胜还行，啊，遇到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啊，你还没有断气之前，劝你提起正念。啊，一心观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都能往生。啊，你来生到哪一道去？关键在最后一年。啊，前面我们讲的十种心，最后一念是什么样的心，就感什么样的处所。啊，六度心是菩萨，啊，声闻缘觉的心是儿臣，啊，十善慈悲喜舍天道，啊，无界十善人道，中国人讲五常四维八德，啊，这个念头升起人道。如果是贪心、愚痴、傲慢、嗔恚，那可麻烦大了。啊，卧倒去了啊！啊，所以常常我们自己要警觉到，起心动念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能够觉察到，好啊，这说明说你不迷呀。啊，时时刻刻，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什么心，动什么念，自己清楚就知道，到哪一道的成分比较多。
啊，常常有念佛的念头起来，好，这是到极乐世界的缘分。好，今天时间到了。